我要带你们去探店。现在是早上几点？现在早上几点啊？10点钟，不算早上了。但是昨晚上没太睡好，所以现在也很困。快走快走，我要录我的视频。我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店，因为我那天来的时候，那家店已经关门了，然后我也没看到，是一个特别咋形容呢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我现在要退房离开这个酒店，那个店在门口，我要去弥补一下我内心的遗憾。关门。我在录视频，没有拍照，我是动态的 ，OK， 动态的。要到了，头发咋的了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一家超可爱的糖果店，哎，但是我还是想拍两张照，哎，是这样色儿的，这个是在这个酒店的一楼大堂，哇哦，各种各样的糖果。什么青苹果味儿、香草味儿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，超可爱的一家店。这叫什么？这个店叫什么？我不知道这店叫什么，哎，就是这样一家店。然后我再拍两张照片。嗯，我今天的那个 vlog 视频就完成了。也是非常简短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心意满满。拜拜。好了，谢谢。